外面。这是 Kim 老师对他的意见。我是皮卡丘，这是乱七八糟。哎呦，好，范怡文。我觉得已经有那个意思了。哦。哦。你这画的很好，所以你不能讲话了。好。嗯，要不然嗯。请问四个字的成语叫做？有点像鸳鸯哎。好。鸳鸯火锅。鸳鸯戏水。害我后面都没办法看了，请问一下答对了没有？是啊，怎么会这样？鸳鸯戏水看起来有点像是鸳鸯戏水，不能独存哦，不能独存哦。我的跟心怡姐很像。王莹，我也跟心怡姐很像。在干嘛？水，也有一盆水，还是戏水啊？对，是他旁边，他们俩画得很像。对啊，我们一个女的，我们要水。好，兔子戏水，他不是兔子，他不晓得是番茄姐姐吧？他是谁呀？水果姐姐。看我的云呐，那是云朵，那是云，不是，是他的敌人。要注意哦，他的敌人，他的敌哦，对，好，不错，敌人是鬼，他跟他是不能共同存在。对，水火不容，水火不容，请答对没有？马刺啦，何嘉文，我这是哇鸳鸯哦，哎呀，鸳鸯又出来了，这是年会干，可是，我知道哦，我了解了，鸳鸯戏水，刚刚不是鸳鸯戏水答对，马刺。还有人可以错两次的，没有一只，你没有画到重点，我有画到重点，我有一只，我有重点，不是没有送一只呀，一只而已，一只啊，我都有重点，还有罐的，还有皇冠，是皇冠，是皇冠，这个完全太像了，它是一个不存在，它是个灵魂，哎，注意哦，对，注意哦，天使有的那个东西，讲话要注意哦，所以它是个不存在的东西，鸡犬升天，它是鬼，好，注意哦，鸡犬升天。有他没有画狗啊？对。哎，可是他画了很多草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是草，你不要误导他。哎，可是你这个也很像那个烟灰缸。老师，请慢看。哇！漂亮。但也没有感恩节的感觉。丑小鸭变火鸡。凤凰。啊？凤凰。凤凰怎么样？凤凰，凤凰，凤凰先生，凤凰于飞啊，凤凰于飞，答对没有？快了，你看那个双狮子，凤凰是不是要烧烫伤的？这个不是草，你看，烧烫伤哇，已经暗示了这个程度。还有那个凤凰有凤凰烧烫伤，凤凰有烧烫伤的情况下，毁容啊，四个字，凤凰毁容，答对没有？打败，你不敢被打败了，你可以再解释一下你这个大概是。OK， 你都猜到他们两个了吧？气势鸳鸯，凤凰，鸳鸯，凤凰，对。